嗱，听日7月1日啦，咁啊，林郑上任1周年，1周年嘅前夕咧，就佢非常之匆忙地，你可以话佢匆忙地啦，又或者系叫做赶正职啊，就喺寻日咧就宣布咗呢个房屋嘅新政策。咁我喺度都分析过啦，即系呢个新政策，即系究竟对于香港嘅飙升嘅楼价会带嚟啲咩影响咧？咁佢自己嘅记者会里边咧都承认就话吓，对佢无意去，亦都冇打算压抑楼价。希望咧就用一啲方法咧，係香港嘅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咧，係可以買到樓上到車啫咁。我亦都喺度分析過，就係話究竟香港嘅房屋政策係一個幫人買樓置業嘅政策啊，還是幫人安居嘅政策咧？呢個哲學問題，呢個重大嘅政策嘅哲學問題係冇搞清楚嘅話咧，房屋問題咧過去嗰20年咧，兜兜轉轉上上落落咧，就係因為呢個問題咧係唔清唔楚導致嘅。有機會再同大家分析。一周年咧，通常好多人都會咁問嘅，喺外國嘅呢個選舉裏面都會作為一個宣傳或者呢個競選嘅口號。就係問譬如好美國選舉咁，多數都政客都會問嘅。過去4年，你覺得你自己感覺點咧？係覺得好咗定係壞咗咧？係過得好啲啊，定係過得更差咧？咁樣咁我喺度亦都問大家，1年過去啦，大家覺得好咗啊，定係壞咗咧？過得好啲啦，定係過得更差咧？咁1年前係咩事呢？咁1年前就係、大家仲記得嚇喺689，即係梁振英係積極去準備選舉嘅時候，大家都會憂心忡忡，或者係非常之憤怒嚇、你唔好選啦，你俾我哋捱咗5年啦，你走啦咁。於是咧提出一個所謂 ABC 嘅口號係嘛 ，Anyone but CY 咁。咁啊！突然之間，個C字就消失咗，因為梁振英咧就以自己個女嘅健康作為理由咧，就話放棄競選。咁實質上咧，大家都知道咧，就係習近平係挑通眼眉，係明白到梁振英呢一種嘅我哋叫做強硬路線咧啊咁樣嘅表現方式啦。強硬路線就一定強硬噶啦，但係執行強硬路線嘅方法咧令到可能事情咧會更加壞，更加難管治。可能背後唔知有啲咩原因啦，一朝天子一朝臣啊等等啦，唔知啦。咁於是咧就喝令梁振英咧自己諗掂佢，你撞頭埋牆也好，點都好啦，最後你都係唔選咁。大家係高興咗一陣嘅，其實我都高興咗一陣。我記得當日即係我都即係同啲朋友即係舉杯慶祝嘅，但係真係一陣。但係諗一諗，即係喺咁嘅路線底下，你邊個做特首？尤其是就喺呢個831嘅框架底下。有咩人係可以即係做到呢個位都好啦，都可能都冇乜對香港冇乜運行可能係施政風格嘅唔同，但係施政嘅哲學同埋施政嘅本質咧，基本上一樣，都係強硬到底咁。咁後來就好不容易就即係等到呢個真係有選舉出現，咁然後就有兩個主要嘅兩個候選人，一個咧就叫林鄭月娥，一個咧就叫做胡蘇貞。咁大家咧亦都將希望擺咗個胡蘇貞嗰度。即係某程度上邊係 simple and naive 地認為胡蘇貞咧，如果真係有機會贏咧，有機會選出嚟咧，就好咯咁。喺咁嘅氛圍底下咧，胡蘇貞你見得到咧，就俾啲左派咧打壓啦，又話叫佢唔好選啊、勸退啊等等咁樣。咁佢用一個咧全民競選嘅方法，又令到香港人咧有一陣子嘅亢奮，係嘛？大家雖然知道佢勝選嘅機會幾乎等於零嘅啦，但係佢呢種咁嘅競選手法咧，俾人覺得就係話啊，佢唔係淨係小圈子選舉喎，佢其實咧係希望佢嘅所謂嘅 appeal 啊，佢嗰個即係訴求啊，佢嗰個即係係向住全香港嘅市民喎咁，都係呢個昙花一現，都係呢個鏡花水月係嘛？非常之賦予非常之高嘅期望，結果亦都係失望而回，大家。見到林鄭777當選，大家嗰種又苦又澀嗰種滋味咧，真係講唔到出嚟。Anyone but CY， 林鄭唔係 CY 啦，但係林鄭都係 C，OK 嚇，即係 carry 係嘛？佢嘅施政風格雖然同阿梁振英有啲唔同，但係呢個強硬係如一嘅。但係佢最大嘅特點咧，就係喺包裝上面咧係非常之討好譬如
但係佢底下嗰班馬仔嘅執行力不足嚇，就搞到咧就一鍋粥咁啊。譬如好似派錢咁樣係嘛啊，後來就要補鍋係嘛，就用呢、這個即係每人再派啊6000元嘅方法咧去討好大家，咁啊俾人噓到爆啦係嘛，又要搞好多嘅手續啊等等咁樣，咁啊。有啲嘢就唔係完全賴佢噶，咁但係咧就係佢任內完成嘅，即係譬如話，即係DQ 咗啲即係呢個人哋選之前你已經要 DQ 啲員啦，譬如好似呢個眾志嘅周庭咁樣係嘛，佢係呢一個路線咧，呢、這個 DQ 候選人嘅路線或者 DQ 呢、這、一個即係議員嘅路線咧，其實咧同阿梁振英咧係同出一轍嘅，係。大家都知道他是沒有法律基礎的，只不過臨時加插找個選舉主任做一個這樣的這個剝奪人家政治權利的做法的，那你即他就是個態度就是說，喂你不信啊，你不信你就司法覆核我咯。對於這個一地兩檢即是非常粗暴地要通過，亦都是林鄭任內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任務，因為說這個高鐵是一個即係大陸俾佢嘅死任務，一定係要限時完成。咁所以咧就沒有就最粗暴之後更粗暴。呢度亦都係林鄭嘅施政風格嚟嘅。最近有一個即係港大做嘅民調咧，就俾阿林鄭咧打分嘅。咁就過一年嘅表現嘅評分，0至100分，如果50分為合格嘅話咧，有23% 咧係俾阿林鄭50分，即係僅僅合格嘅人係最多嘅。唔合格咧，即低過即係50分，40至49分咧，就大概27%咁上下。而51至100分咧，就係48%。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係比阿林鄭合格嘅人咧，覺得林鄭施政係合格嘅咧，係好多嘅。咁所以咧，對於阿林鄭嚟講咧，嚇，對於林鄭嚟講咧，係即係非常之有信心滿滿，覺得咧啊，佢呢個好打得嘅形象。亦都係好深入民心，覺得佢能夠為香港市民福祉嘅呢個咁嘅形象咧，係令到香港人咧係好討好嘅嚇。最近喺即係1周年之前，佢提出呢個房策嘅3招4招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你唔好理佢係咪真正解決到香港市民嘅上車難嘅問題都好啦嚇。只要將呢個居屋那個售價咧係降到即係50%樓下咧，咁大家都覺得心懷個希望有機會上車嘅話咧，嗰種感覺就會好好噶啦。嗱，呢個就係好典型嘅林鄭嘅施政風格，政治一種感覺嚟嘅。Politics is perception, perception is reality。政治一種感覺，一種觀感嚟嘅。只要你個觀感大家好嘅話咧，嚇，嗰個就變咗一個現實嘅啦。無論你喺實際上面有冇得益都好，但係我請大家記住，我頭先講。譬如一地兩檢的問題，可能很快又會推出國歌法的問題，跟住落嚟就23條的問題。你睇到林鄭咧喺呢一啲同中央政府的指示有關的工作上面咧，嚇佢係真係至死不渝地進行嘅，用文革嗰個講法係嘛，即係凡事無主席的指示係嘛，都定而家就習主席的指示咧都會至死不渝地進行嘅。咁所以即使而家就係點解話習近平？揾啱人咧，就係如果頭先我講嗰啲一地兩檢啊、國歌法23條，我揾阿梁振英去推咧，一定係冧檔嘅，一定係唔掂嘅，因為梁振英一上去嗰個樣就好乞人憎。林鄭咧，某程度上邊咧，一手硬一手軟咧，又同反對派好多嘅溝通啊等等咧，係令到佢咧比較討好嘅。咁所以佢推出嚟，雖然係好粗暴都好啦，出嚟嘅效果，但係民意嘅反彈咧唔係好大嘅。佢最近大公報有個社論，亦都紫荊雜誌訪問佢。其實個基調咧係一樣嘢嘅啫，嚇係一樣嘢嘅啫，就話佢會強調阿林鄭喺紫荊個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強調咧佢係按照呢個習主席嘅要求，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嚇，過一年咧嚇對佢政府對任何鼓吹港獨嘅言論咧立場係堅定嘅，係堅決反對嘅。大公報嘅社論亦都係非常之盛讚阿林鄭，就話佢咧即係一年下來咧
事實擺在眼前，林鄭特首和管治的團隊不僅在施政上積極有為，在維護和落實一國兩制方面毫不遜色，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以至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都比過去有更大的動作和新的開拓，大幅扭轉了前一階段令人鬱悶的局面。前一階段就是說梁振英，所以梁振英為何會沒得撈呢？第一部社論透露了這個端倪，林鄭為何有機會繼續做下去呢？大公報社論這個充分肯定呢，也都代表了中央的某些看法。但是對於你追求一些核心價值、民主自由的朋友來說呢，我在這裡都說了很多次，林鄭的施政風格呢，你會更難應付的。她不會一路硬到底，她可以軟的東西，她可以給好處、給甜頭你的東西，她可以做到很盡，他可以很多的事都可以討好你，即使去反對派的這個黨慶的酒會，即使是可以捐幾皮東西出來，他可以做到很盡，他不怕你們說閒言閒語。但是他要硬的事呢，要落實貫徹中央的政策呢，他會呢義無反顧地、至死不渝地推到很盡，無論這些情況是怎樣摧毀一國兩制，怎樣是摧毀一個核心價值，怎樣去將人家的政治權利剝奪都好，他會毫無顧忌地驚都未驚過就徹底地推行。我們看著來國歌法二十三條很快就來了，大家有沒有做好這個心理準備呢？心理很快就已經跨過一千集了，一千集就真的一點都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在香港今天那個政經的環境越来越恶劣，政治打压啦，媒体归边啦，大话连篇咧，咁样讲真话嘅人咧系越来越少嘅，嗰啲咧就向主子浅味擦鞋嘅人咧，就真系可以咁讲，遍地开花。我哋呢种不识时务嘅声音咧，只占少数嘅，而且系咧淹没去一片歌功颂德嘅汪洋大海里边，唔知道咩时候啊！突然之間就好像我在這個主流媒體的封煙節目一樣，砰一聲會被禁聲，心直口快呢有機會呢是會人間蒸發，消失在這個地球。我呢就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做得一集得一集，你們呢聽得一集得一集。雖然呢就好像很消極一樣，但是如果要繼續堅持下去呢，都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在這裡就對看心直口快這個頻道的觀眾和這個實質支持我的觀眾致以衷心的感謝。只要你們繼續看，我就會繼續做，只要你們給多些的鼓勵我，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繼續為大家發聲。你們可以就訂閱這個頻道，你們在看這個 YouTube 的時候，你看到以下這一邊手底下就會有一個你可以 click 入去就可以訂閱的了。如果有新片 upload 上來就可以通知你們。除此之外，你們都可以用一個月訂的計劃，用這個網絡版，用這個網址，你要看到就有這個 PayPal 的一個標誌，你可以有月訂的了，即是每一個月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又或者一次過的支持，就根據這個網址去做，都可以做到一次過的支持的。有很多觀眾會覺得用 PayPal 比較麻煩，而且亦都有相當高昂的手續費被扣走了，不是很划算。於是我就加了兩個新的可以支持我的辦法，都是本地的辦法的。一個就是匯豐銀行的 PayMe， 這就是一個電話號碼。如果大家會支持我的話，就可以用 PayMe， 根據他的指示可以將你們付款的通知會給到我的。同樣用相同的電話號碼也可以用八達通的好易比，叫做 OEPay。 那個手續就登記了之後不是很複雜，也都就你們付了錢之後也都會有方法通知我，會收到你們的支持的。你可以寄劃線支票給我，就用這個名字和寄去這個地址，我就會收到的了。如果你說喂我都覺得很麻煩，不如入你的銀行戶口行不行？沒問題的，你有 Facebook，
at 咗我，然後就 PM 我，我就會將我個銀行户口號碼咧話俾你聽。喺度衷心感激大家對心直口快嘅支持，心直口快跨過1000集啦！